前，眼睛不要盯运动的地方啊。闭上眼都可以。睁开这样都可以的，你清醒的，清醒吗？清醒啊。闭上我就放松一点。啊，随便你，反正眼睛你随你喜欢了。你喜欢眼睛闭上闭上，你喜欢睁开就睁开，一样的，知道吧？不要紧笑啊，不要紧张啊，不慌不忙，胆大气壮啊。在里面因为气不平衡，那就这样了，你不要管啊，你就在享受。吃不消就跟我讲啊。
没事啊，你这东西笑啊，嘿嘿，你这东西笑就对了，等一下我另外一个方向，哎，就这样啊，你不要管啊，随便啊，哎，你这东西笑松掉了，现在，你别想着发热不发热，啊、哦，你在享受，你坐我的老爷车就可以了。你这种就笑啊、哦，其他不要管，夸张不要紧张，知道吧？啊，你是机器人，我是遥控器就对了。那是要钱的，不要管啊，这都是里面冻出来的，无所谓。你就享受享舒服两个字，知道吧？无所谓，放心。
书房？啊，没。所以他们有的人不懂是催眠，我说你清醒吧。清醒。有人说你心里暗示我暗示你什么了？有的是语言诱导我遇到你什么？不懂的人来讲一讲，真正懂的人家仔细看就知道了。你两天不平衡的时候就产生这样的现象，你不要管啊，你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你就坐我的老爷车，你是坐车的，我是开车的就好了。还要走，这你不管。因为你不平衡的缘故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怕啊！我能够叫你动，我管得住你的。因为你两边相差很大，你两边就不要前后啊！你两边的重，你两边啊不平衡的，所以它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。你不要去留意它，你不要管啊！你就交给我管就对了，你放心就好了啊！你不要留心，你不要小心。我能不叫你动，我都管得住你的了，你放心。讲到这里，放下。你不要管，他吃到就肩上去，你不要管啊。任其自然，你早知道，你不要管，明白吗？不再用力，笑啊，开心，像舒服两个字。不管他怎么出现，怎么现象，跟你没关系的。我在管你。
个手停不下来了。你不要关心，这是里面动出来的，你控制不了的，知道吧？这是里面的气在走啊，知道吧？你不要管，你管不了的，你管的话你流泪，明白吗？那你不管就对了，不管我会管的，你放心。我会管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给你干下去的。我等你连坐着，你怕什么？你别管啊，穿什么动作都跟你没关系的啊。你是坐车的，我是开车的，你要记住。你笑，不要怕就对了。你看今天完全不同了，今天第三次，你吃下来你很松很松了，知道吧？我有把握的，你知道吧？今天好像全身都动起来。今天走气在走人嘛，明白吗？人讲过交给我管，我帮你出台万贯啊，僵硬的身体我会帮你变得很软的了，明白吗？是好的。你身体里面的东西我都会帮你，我会帮你的筋膜都疏通掉的，就不用去想了。是不用管，我就讲过了，交给我被动的无意识的，知道吧？后面怎么动你心里根本不知道的就对了，明白吗？跟平时想的不一样。想的不一样。跟你讲过了，到这里边亲身感受是最好的，明白吗？你以前在看线上直播，现在自己的感受，这个味道是两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坐吃松一吃了，是不是啊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睡到九点钟不想起来。睡到九点钟还不想起来。对呀、感觉好困啊。对，因为里面我全部在帮你调整的，首先你的这样调整了，你的睡眠肯定好，知道吗？睡眠也好，里面是睡眠那是很重要的，我帮你在调整的。拉脚啊，今天拉脚又不同了啊。要管啊，要管啊，都是我在管，听到吗？讲话讲话。这里面出来的，今天不同了，看到吗？啊，有看到？啊，完全不同了，看到吗？刚才我给你发功能跳八六面，你的气进到就天上来。就是那个，自己。就站起来了。刚才这个，因为他的气都在去肩上面，所以现在我一拉你，你看，啊，他这气全部出来了，他就这样的，看到吧？跟狗一样。对呀、他气在冲出来、我就讲过，这是里面出来的，明白吗？你控制不了的啦，听到吗？那、你不要管啊，你要看我的手，别知道感觉啊，你知道就好。
哎，你别管啊，球队什么东西不准管啊，听他们。来，你的任务就笑，若无其事，装作不知道就好了。哎，我在帮你呢。今天晚上把你躺下来了。不管这个我管的，听到吗？讲话，我就不想。哎，你不想不讲话，就是在想东西了。我有数的，我等于能讲话，讲话为了容易沟通啊。讲话就不想。哎，讲话你就不会去注意你自己的地方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容易注意动的地方的，知道吧？那，那我现在到这里了，不要管啊，随便啊，哎，你说你的，对。不正管，这个洞是里面洞出来的。笑笑笑，哎，你笑就对了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嘴巴是你，眼睛是你，身体不是你的，听到吗？听到。对，你要感到好玩，哎，舒服就对了，和你没关系了啦。哎，那你现在松开了。看到吧，不错不错，别管他，这是全部出来了，啊，他这个变化是里面出来的，我跟你讲过了，你想啊。没事，舒服吧，你看，全部出来了。没事啊，没事。你现在松到什么程度？我告诉你，现在你这次接我不用手拿，我用眼睛拿啊，你就这样啊。我用眼睛拿你这条腿啊，就跟刚才那条腿一样，不要管啊。没事的啊，笑，哎。我就在让你感受一下外气力量有多大，你看到吗？腿是相通的。哎，腿对相通的，那条腿穿到这条腿就松了，看到吧？那来了。哎，你没事的，知道吧？哎，清醒的，我又不是催眠，是不是？啊？你看你现在就叫你听话了，你看到吧？放松了，对呀、啊，你放松了之后我就连得住啊，我是趁虚而入的，知道吧？你放松，你别耽误事情，我就连住了，我就和拉你了，看到吧？哟、哦，看不看到？啊？那我俩就坚持了，啊，你别管。